中国制造家，他写着呢，中国对。开了四个小时，这个是不是小城市？你好，我是玛利亚，我们在武汉，今天开车回我的国家的地步，好兴奋！真的很兴奋啊！对，很兴奋，当当当当。朋友们看啊，装满了哈，基本上。这里有很多冬天的衣服，然后前面有很多礼物，师傅。好想大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对。然后朋友们，你们看哈，我们的里程都清空了哈，平均油耗也清空了。然后这次有很多东西，所以说油耗可能会更高哈。这是我们长途开车的第一天哈。对，第一天。具体一口气能开多远我也不知道哈，因为我们不上高速。然后现在我们就一路向西哈，一直开到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，看一下今天能开到哪儿，有没有经过朋友们的故乡哈。出发喽！前面左转灯和直行灯是反的，看不习惯，真的是。我的老公非常好，他说在酒店戴这个头衔，现在我可以穿休息一下。当当，玛利亚很舒服，谢谢老公。喂，玛利亚来 KTV。现在有点虚大车哈，每天我都要看很多交通事故的视频来预防自己，你不用看。好的，很开心。现在我们好饿，想吃特色的面。拐子什么意思？拐子饭是什么意思哈？什么意思？就问叔叔，很喜欢和本地人说话。你好，听这儿可不可以吃饭？我怎么说四川话？现在我们在毗岭镇吃中午饭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助餐哦，自助餐啊，是不是？25块钱一份，随便吃啊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个南瓜丝，猪脚，猪脚也随便吃啊？猪脚不吃。啊，猪脚不吃的。朋友们看啊，这就是特色拐子饭。哦，肉还是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老板很热情。对对，肉还是很多。很多，对。但这个物价好像是有点贵哈，25。哦。但肉还是很多。对。嗯，香。香。好吃，很软。嗯，它这个菜也很丰富哈，这是冬瓜。哦、嗯，香豆腐，哇，80，就是有点贵，25块钱啊。但是好吃。这个菜随便吃。真的。嗯。点赞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！哇！哇，好乖啊！老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好吃，都吃完了，肥肉也吃完了。好乖哦，玛利亚。那乖。今天在路上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兴奋。就想去更多的地方。对，我也是，还不累，一点都不累。对，一点都不累，好幸福，真的幸福，玛利亚幸福，谢谢老公。家里很。好乖。吃到姜了是不是？这好吃，哇、哦、哟，好好吃，啥子都吃得下。我觉得老板老板娘两口在这好幸福，好幸福，我们也幸福，老婆，你不幸福吗？很幸福，肯定幸福。我说这个大的车是咋像？好多、哦。这车多少钱，大哥？我那天这边正好都广告。这个车11万，你在哪看的？七国轻车行。直播间老看这个车。我看看里边内饰。看吧，看。来看。你坐嘛，你坐了，你试一试。哎、没事，我看还挺好的。我坐外面，你坐这儿。啊，没事没事。这个今天我才出发，我开了197公里了，然后6.1的油耗，但是城市里面可能要多点，而且你看我装了好多东西。对吧？你看我后面全是东西。我想换一下车，我那个车，那是我的车，那个白的，那个也11万多，那没有这舒服，很大的。然后我看看后面，你看嘛，你把后备箱给师傅打开嘛。叔叔感觉特别喜欢这个车，现在国产车不一样了。我给我弟弟发一下，他也爱好车。给叔叔礼物。叔叔，给你一个礼物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也得到一个礼物。这里面还有杯子。还有被子。这个。对。谢谢。有缘人。有一个纪念，有个纪念缘分。我们合个影吧。
看我的外国朋友，今天我发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面。咱们中国一到外国去，他们也是进口的帅，对，中国制造，中国制造，你看那写着呢，中国对，就是牛逼。现在咱们的这个字儿，咱们的这个字儿在外国现在香的。快点啊！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就是很可爱。你能感觉到他眼睛里面有光哈、哦，一看就是大哥同款的粉丝哈、啊。对，继续走。太阳出来了，好多灰哦，好多大象。刚才加油站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很想问一下朋友们，一般我们开车在哪上厕所？然后现在差不多六点过了啊，我们差不多过了襄阳市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打算住在那个老河口市哈，可能还要开一个多小时。哦。现在天已经黑了。哦吼，今天开了差不多九个多小时。哦，差不多九个多小时，等会再加一个小时，十个小时。等会看一下开了多少公里哈。前面的晚霞哈，真的很漂亮。对，真的很漂亮。就是对面有很多远光哈。看前面。我眼睛都要看花了。哦吼，很多大象。大象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外面。好多远光，我眼睛都要看花了。哦，我太恐怖了，真的太恐怖了。看我眼睛发光没有？根本看不到。阿姨们跳舞的时间，最喜欢。对，哦，很多人。等我，蜗牛们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终于到了，几点了？7:30，非常好，开了10个小时。哎呀，饿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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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。朋友们看哈，今天一共开了380多公里哈，百公里耗油5.8，这个是创新低了哈。大哥辛苦了，谢谢。还有早餐呢，哦，可不可以？非常好，哇，老婆真的有talent，非常好，乖乖。110块钱啊，非常好，主要是我要这个要有桌子。对，工作工作工作。先去吃东西，好饿。吃东西好饿，这个是不是小城市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大，这么热闹。我的天哪！我最喜欢吃这个。哦，生蚝。来了吧？想不想吃？多少钱啊？4块钱6个。10块钱6个，哇，很爽哦。对。我们第一次来这里，你可以帮我们说这里的特色的是什么？凉皮呀，凉皮我喜欢，就一点点。不要吃。我不是新疆人，但是我要去新疆。你看一下人家新疆人说不说你是新疆人。喜欢吃辣的，我们从四川来的。哦，那口味很重耶。口味很重。辣椒了，好吧。好，特色的凉皮啊，这里。对。哦，你整一碗吗？我要吃一个，谢谢。辣椒。辣椒。辣椒要。Hello, 六块，六块，八块是这个。对对，我们这是自己做的，手工做的。这里人很热情，嗯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好吃，有一点蒜的味道。哦，辣不辣？不辣，和四川的感觉不一样啊。对，好了好了。我的生蚝来了，10块钱6个，超刺激啊！我刚才又点了一份，太爽了。哦，毛鸡蛋，好。蛋美娘，你要吃中午时候喝，喝一点点。你们中午喝喜欢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好，真好，对，很热情，对，真的很热情。你吃，吃一个。我不吃。你不吃什么都可以吃的吗？吃一个，这应该是河南的特色。真的。有没有肉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没有肉的吗？我要吃那种有鸡肉在里面的，有骨头在里面的，还有小毛绒毛的那种最好吃。这个要在老挝吃那种哈，一吃就是可以吃到鸡头啊，那个鸡翅膀那些。看，没有，这个还没养大。我真的很喜欢和本地人说话，好幸福，真的学习很多中文。Hello， 很可爱。我去吃什么好吃？我想吃鱿鱼烧烤。鱿鱼烧烤多少钱？我要这个。10块钱，玉米多少钱？5块。好，我来玉米，谢谢。很喜欢自己点菜，鱿鱼，嗯，一锅焖，
干干净净，好喜欢吃，一分钟这个都没有了，都吃完了。我们有多吃这个东西，因为去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个好吃。看一下老河口有多漂亮。